做晒，我哋又唔系赶时间。住你呀！我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些事一晚不做的话，这世不会有机会再做的了。张志明，你当是做好心也好，你当放条生路给我也好，你不要再找我，你不要再搞我了。我是很喜欢你的，那又怎么办？你不觉得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叫什么？由香港上来北京，我们一直重复着 SMS 见面上床瞒住屋企嗰个卡拉 OK 啊，重复都唔紧要啊，唔 work 啊嘛。机会了。